今日我要用微波炉整即食面，首先要有即食面一包啦，维力肉燥面。呢、这个即食面系汤面嚟嘅，但我今日要整捞面，仲有一啲酸菜笋，非常之爽口，同埋一个啱啱装咗酸菜笋嘅兜，而家要用嚟装即食面。而家要打开包即食面。仲有两包调料，而家要装啲热水去即食面度先，我有啲难度喎，我只脚托住佢先，啲水啱啱浸过即食面就 OK 噶啦。即食面摆入微波炉冰佢一分钟，一分钟之后再见啦。过咗一分钟，面就整好啦，我就将啲水倒咗，而家要落调料包啦。首先落呢个调料包叫做佐料包啊，望落去系一啲油脂同埋啲香葱类嘅嘢，咁就要趁佢啲面仲热嘅时候落啦，咁就可以将啲油啊好好咁溶一溶。跟住要落嘅系调味粉包，因为佢本身嘅份量系用嚟整汤面嘅，咁我而家整捞面，咁我就落一半啦，唔落晒咁多啦，惊太咸。落完之后就搅一搅，跟住将啲酸菜笋落埋落去，又搅一搅。咁就大功告成啦，いただきます。